加菲猫这种宠物不是一般人能养的，因为它会迫害自己的主人。这次恶魔加菲猫游戏更新到 2.1 版本，主人直接被加菲猫割掉舌头，并强迫去绑架小孩子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又来更新这款关于加菲猫的恐怖游戏，名字叫做最后的星期一。上次呢我们更新的那个版本啊，它内容非常的短，这次呢是一个 2.1 版本。我记得上次就是这个加菲猫，我们其实知道它非常的邪恶啊，然后它现在问我们钥匙在哪儿。钥匙如果看过上一期大家都知道，这其实在它屁股下面压着的。现在先把车库打开，然后加菲猫会阻止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打开车库，然后拿到钥匙。这个钥匙呢是打开这个向下走的通道的。好，我下来了。它的主人把墙上弄得一团糟嘛，然后让我们来帮它清理一下这些喷漆，清理一下墙上喷的这些符号。哎，我们帮它清理不是给它弄得更脏吗？是吧？好，我们要把这个家里面这些油漆都喷一下啊。因为上期视频呢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玩过了，基本上是一样的啊。在上次的最后呢，我们是把这个剩遗物扔到了这个烤箱里面，然后现在怎么又突然恢复正常了？这加菲猫在这看电视，然后他让我们把这个千层面放进烤箱里面，就是意式千层面啊，在漫画里面加菲猫很喜欢吃这个。等到这个烤箱烤完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玩具收一下，玩具收了，收到哪儿去呢？这家猫现在，哦，外面还有这一条狗，但是我现在出不去啊。这家猫现在坐在椅子上指挥我们，感觉它才是真正的主人啊。啊，我是这个家里干活的啊，我是伺候他的。这边有一个箱子放玩具 ，OK， 放10个玩具，这还是挺多的。10个鸭子，好，放进来。这个玩具车每次只能拿一个玩具。足球，这都是加菲猫的玩具还是我的玩具啊？恐龙，哎，这个、狗子已经不见了，它走了吗？这猫倒是稳坐在沙发上面。这边还有一个哟，家里面烧起来了啊！可能是我看到了幻象，我把玩具放好之后，那个愚蠢的狗在院子里面挖洞，去看一下它在挖埋什么啊？你可以在车库里面拿到铲子，现在我们要拿到铲子，锁上了，钥匙在墙上。之前这个地方是这样吗？我记得之前这好像挂了个钥匙，但是是这样吗？怎么这么黑呀？这是可以跳的，跳到哪儿去呢？这么黑。哦，在这边，这有一个平台，但是要跳起来才看得见啊。好，重新来。这里有一个，要跳起来，在这个地方。感觉好难跳啊，这个真的很黑，我后期要把这个亮度调高一点。好，跳了4格了。哦，那边有一个出口 ，OK。哎，哎，那不是出口啊，那是我之前来的地方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跳到第几层了，离那个出口的地方越来越远了。我感觉就是现在一直在往上跳，看一下下一这边。
我上天堂了。这怎么，这不是个恐怖游戏吗？怎么这个版本变成跳跃游戏了？直接上天堂，然后我还变成马里奥了吗？还捡金币？这看来真变成跳跃游戏了啊！把金币都捡一捡吧，这个金币要全捡吗？这有一朵大云，别往上。我可能是在梦境里面啊，因为我感觉跳得挺高的。啊，就在前面。哎，哎呀，滑下来了。啊，滑下来要重新跳这么远，我现在至少比之前熟练了很多。就其实我们跳的话是可以按住加速键跳，这样可以跳非常远。好，小心一点，到最后这边的话尽量少加速了，稳，稳稳的来到了这最后这把钥匙。拿到钥匙我直接回到了房间里面，刚才是真的在做梦啊，在这边跳了很久啊。这个钥匙打开车库，这边有一把铲子。好，现在去看一下那个狗子在挖什么吧。狗子呢？狗子在这边挖。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聪明的样子啊，就伸个大舌头。有四个坑，来吧，挖了个球。这个呢，挖了个鼓，挖了个报纸。哎呦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个狗的尸体。我把那个面烧了，我把千层面烧了，然后整个房间都烧起来了。我刚才在这挖东西，然后那个千层面在烤箱里面，我可能没管它，时间一下就到了。现在我们到哪儿来了？我们之前的房子被烧掉了，现在是我们的新房子哎。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可以待的地方。我出来多久了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周围四处看看。就是我之前的那个房子是被烧掉了嘛，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新的房子来居住。这还进不去呀，这房子。这是我之前的烤箱和冰箱吗？这有一个门都还没安装好。哇，好黑呀！这不就是我们？哦，这边可以打开。这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房子一模一样的呀。你看，连这个房间布局都一模一样。但这边没有床，这啥呀？胶带。我们要在这边干什么呢？需要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一个断线钳啊，一把钳子。这是一个肉的零食，应该像猫条那种吧，给猫吃的可能。然后呢，这边可以打开。哎呀，居然有一把枪，难道说有枪战吗？这枪是用来防身的。还有什么吗？这里有一个汽油。哎，现在开始说话了。现在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没人会来这里。
这表示什么意思呀？这个门好像打开了。哎呀！啊！你是我的奴隶了。你不会回答你的主人了。我已经移除了你的舌头。怎么回事呀？这个，我的舌头现在没有了。穿上衣服，我要穿上我的衣服。我成了加菲猫的奴隶啊！然后我又把这个钳子拿上了。现在让我回到车上去。这。我刚才通过镜子，我看到我应该是那个加菲猫的主人啊，就是叫做乔恩。但是我一照镜子，怎么感觉又拿火烧自己，然后又把自己舌头给剪掉了？剪掉电话线？哪有电话线？是进这个房子里面剪别人的电话线吗？进不了。这边也不行，这哪有电话线呢？电话线是上面的这个线吗？上面就是电线啊。这东西在闪，它这有一根线好像是拉到房子里面去的，你看。哦，这边可以爬上去。行。爬上来，在这边剪掉线 ,OK。有狗叫声，我现在要让这只狗安静下来。哦，我之前拿的那个肉条就是给狗吃的，狗吃了我们的肉条，感觉非常的安静，是不是那肉条里面有毒啊？进入了一个家里面，把电话线剪了，是不让别人打电话了。然后我怎么进了别人家里面了？很多玩具，这里在闪，我要进这个里面吗？然后我怎么办？出不去了。哎呦，就是最后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小孩子的视角。最后那个乔恩啊，就是我们剪了电话线跑到别人家里来，那个乔恩他从柜子里面发现了这个小孩。他为什么要感觉这个谜题有点多啊？可能这个小孩子也是比较特殊的身份啊。好吧，那目前呢，这个是一个 2.1 的版本，等这个游戏之后再更新的话，我们再来继续吧。目前还是有很多地方看不出来的啊。好，拜拜各位。